大家好啊，我是 Steven， 中国大叔在越南。啊，又到一周了。昨天的时候呢，我买了自行车，不知道被哪个人给偷了。我的自行车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大概是3月中旬的时候买的。哎，前天晚上呢，骑完放在5楼楼道，然后哎，昨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不见了。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我们的楼道呢有5个自行车。都放在那里，有我看了有 Galaxy 牌子的，有那个 Michelle 的，还有一个是 UCC 好像是台湾牌子的，我的是统一的，日本的，越南统一牌的，但是。很奇怪，我们楼道5个自行车都没有掉，只有我的不见了。因为我以前看他们都放到楼道，我也放到楼道，而且也是锁上的，有锁。但是啊，昨天早晨的时候就丢了，感觉有点难过了。在越南其实丢的东西还蛮多，但是这个自行车还骑着很顺，感觉的比较有感情了。今天本来我想去报警的，但是呢我到楼下和这个我们的楼长，越南这里也有楼长，就是每一栋楼都会选出一个比较威信的人来管理整栋的楼，比如说替大家收个钱呐、然后交个各种费用啊，还有管理一下卫生费啊等等，这样的。哎，然后我跟他一讲，那个阿姨说：“哎，算了，这个楼道呢，可能自行车丢了很多啦。”然后。除了自行车，摩托车也丢过很多。然后我想想，既然楼长这样说了，就不用去报警了。然后今天的时候呢，我的同学，我的一个学生来了，就是，上周的时候呢，收的一个新学生，然后他是嫁给一个台湾的朋友。但是呢，很奇怪的是，他们呢一般是用英语交流。然后他发现呢，他觉得好像是他的老公呢最近就是经常呢用中文和别的越南女生聊天，所以他觉得感觉受到威胁了，所以他说：“哎，我现在我要悄悄学习一下汉语。”然后。先不要告诉他，然后等我学会之后呢，我有可能呢会发现秘密。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帮忙学习，然后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今天他来学习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今天有点难过，自行车丢了。然后哎，他说那你报警了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跟我们这里的楼长报告了，但是他告诉我，他说楼长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报警不报警一样的。然后我就没去。他说你一定要去啊，你一定要去报警，不然的话要公安做什么。然后上完课的时候呢，他就很热情的叫我呢一起去这个派出所报下警，越南这里叫公安法啊，我翻译中文呢就
叫他派出所。然后我们去填填表到那里，然后等一个半小时啊。然后填完表之后呢，写了一下详细的内容，买车的时间、丢车的时间以及车的特征啊。然后填完之后呢，他说哎，这个呢有可能会找得到，但是多数情况是找不到的。然后这个女生呢特别聪明，她就问公安，她说你们是不是应该是有专门的和，就是每个公安他有专门的片区管区，对，你们这派出所里面有专门管理那个偷盗那些的，然后到那里问我应该是会有线索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公安好像对我们有点敷衍，他说没有了，我们这里都是啊收税啊，然后管理这个这是民生方面的。然后他偷盗的这个我们这没有对接的，没有专门认识那种线人，我不知道越南这里怎么样啊，还是台湾那边怎么样，反正在大陆的话会每一个派出所呢，他会有辖区嘛，他辖区里边经常抓到那些人偷盗的，他们肯定是知道，并且这些人呢都是有可能是常客了，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渠道联系的。然后我们去登记完之后呢，我的学生告诉我，他说准备50000块钱，然后5万，我说干嘛？他告诉我，他说在越南呢报警是要这样的，然后人家帮我们来写资料，来录入，然后并且现在是中午了，然后人家还要吃饭了，所以人家等待了。这个在越南呢很普遍，很正常。然后我们填完表的时候呢，我就准备了5万，哎，但是我真正给他的时候呢，这个公安他又不收，他说真的不用，你在这里登记就好了，然后如果是有消息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那没有消息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我的学生啊他很认真，他说那你们大概什么时候有消息，然后问的这个警察小哥哥有点尴尬，他说那这个谁知道嘞，这个要看运气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呢1周左右就结果了，但是如果运气不好，那3周之内呢没有结果，我们也会打电话通报一下给你。而现在啊，这个越南经济发展，然后现在慢慢这个警察也变得文明执法起来，然后现在连钱也不收了。我记得以前我刚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管理的很严的，就是如果说我记得是我刚搬过来的时候，我老婆给我租的房子，因为我刚搬过来没有立刻去登记，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如果没有立刻登记啊，他可以罚你很多很多钱，有可能罚你5亿10亿。哇，我一听吓死了，我说怎么可以罚这么多，他说这个很正常啊，谁让你没有按规定去登记，那也不可能罚这么多。然后我老婆就很害怕，后来人家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老婆就非常忐忑的安排着我去，然后去登记。最后呢是罚了多少钱啊，哎，没罚钱，我们填了填表，然后呢被批评教育了一顿，然后被批评教育了一顿之后就没事了。然后他说以后家里有访客有外国人来，然后你一定要来登记，如果没有登记的话是要罚款的。我说好的，我明白了，下次一定要
提示登记。然后他说，如果有访客的话，还要，如果是过夜的朋友，一定要通报，没有通报呢，也属于违法行为。然后差不多，哎，这一次的时候竟然没要钱，并且也是真的，可能他可能认识我了，还是因为我在这边也住有一年多了嘛，基本上每一年都要登记的。我们那辖区的外国人蛮多，有几个韩国人，有六七个印度人，还有一个美国人，有可能中国人呢或者华人的话就我一个，所以他应该是比较有印象。啊，还有一个事情呢，那很多朋友呢，反而我们的视频呢声音比较小，那些呢是前期制作的。然后这两天呢，就是丢了自行车，感觉心情比较沮丧。我在这里向大家说声抱歉，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耐心，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那也对我们真的多方鼓励和支持，非常感谢。本周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做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